快快快！哎，哥哥哥，给我做个凉拌杏鲍菇吧。哎呀，这么多杏鲍菇，我可做不了。哎哥，别呀，我今天也带礼物了，给。早点拿出来，每次非得等。哎呀，我在哪？你嫂子愿意吃，走了。家人们，咱们今天做一个凉拌红油杏鲍菇啊，我媳妇儿也非常喜欢吃，来吧。咱们首先呢，将杏鲍菇下水给它洗干净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咱们给它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啊，从中间你给它切开。咱们这个杏鲍菇啊，上气儿蒸，蒸15到20分钟，给它蒸熟就可以。咱们蒸好之后啊，给它取出。咱们将这杏鲍菇啊，给撕成小朵。哎呀，这个拌起来比肉还好吃。撕好的杏鲍菇里边加点蒜末，来点葱花，来一勺小米辣，来一丢丢芝麻，再来点辣椒粉。起锅烧点油，油温100成热，浇油，里边来点生抽和蚝油，稍微来一点白醋，一点白糖和盐。咱们加点香菜啊，不吃香菜的可以不加。完了之后，咱们给它抓拌均匀。朋友们，咱们这个杏鲍菇啊，可以蒸也可以煮，但是蒸的口感要好一些。如果您的手里有双击，请您给得这个双击，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比肉好吃的杏鲍菇好了，来吧，尝尝。嗯。